50块钱能吃啥？在机场。老板，老板面。哎呦我的妈！这面可以啊，有蛋，有菜，还有牛肉。你别笑。嗯。先生，您一共消费50。哦，好好好，在家里。哎，累了一天了。老公，晚上吃啥？来了，清蒸小龙虾、芥末肉片、蛋炒西红柿、水煮排骨。这么多菜得不少钱吧？50。嗯，败家了，现在菜太贵了。妈真香、啊！不动，不，啥都别动了。80年前吃饭 ，VS 80年后吃饭。80年前，好了，家里还有吃的吗？哎，这么点难吃了，我出去找点吧。外面连老鼠都找不到，现在就吃点野菜吧。哎，也行吧。听说隔壁村连树皮都啃完了。哎呦我的妈！80年后，李维斯，什么事儿特地把我叫到 M78信用来？今天特地叫你过来吃顿饭。哼，什么山珍海味我没吃过。莫非是宇宙雕，还是说奥特曼？那些都是渣渣。哦，是他，竟然是野菜！一个人吃这东西，很绝迹了好多年。就这么一点，可是我用2个星球换来的。是2个星球，值，真值。太好吃了，腐竹可以完美吸收辣味。准备10包泡椒凤爪，把里面汁倒进去。凤爪不要，再切点卡罗莱纳辣椒。搅拌半小时，嘿嘿，看这回小李爽不爽？小李，试下我这个凉拌腐竹。哎，最近胃总不舒服，吃不了辛辣的。胃不舒服？没事，我有新3酒胃肽，舒服一下。还有这种好东西，那我试一下。嗯，啊，真香、啊！小李，听说江同学问你敢不敢参加999实力噔噔噔挑战赛？这啥不敢？腐竹炖罐奶茶罐，奶茶炖罐新味肽罐。耶、yeah, ！挑战成功，下一个安逸释放自我，你敢接受挑战吗？门景区待遇。老板，有人吗？老子过来玩啊！啊，是啊，快坐快坐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啊。你们这是什么吃的吗？我们有新鲜的鱿鱼、哦，要不要尝一下？好啊，先过来试尝。你先坐一会儿，我去给你泡茶。哎，不用了，直接上鱿鱼。啊、哇，这鱿鱼真大。嗯，这么好吃啊！老板多少钱？6块钱一串，你给20就行了。热门景区待遇。哇，这店人真多，排了2个小时，终于进来了。赶紧要吃几份。嗯，还没说完吃什么呢？你看不见吗？我们这海鲜店除了鱿鱼还能有啥？那我来2串吧。2串不卖，没看到吗？4串起卖。你看着行吗？你看着不太新鲜啊。哇，好大股腥味儿。吃快点，外面那么多人排队。那我把钱付老边那边吃吧。五十一串，4串赚你250。啊，你是不是算多了？我不要服务费了。我妈让我吃的二吃鸡，吃鸡，吃鸡！哎呀，吃鸡，妈给你买了。想吃啥跟妈说，不要让她一个人念叨哈。谁说吃这个鸡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妈妈真好，一定要喝完。我妈放了好多好东西，吃完了长个子。哇，这鸡也太难喝了吧，苦不拉几。我妈不让我吃的。嗯，哇，好久没吃了。哦、嗯，太香了！这个叫什么？你吃了都垃圾食品，吃了你人都长不大。哎呦我的妈！就吃了2口，还叫嘴、啊啊？我妈让我吃的。来，儿子吃妈妈。啊？怎么又吃这个？啊、这玩意儿健康、干净、营养，快吃吧！哎呦我的妈！哇，这玩意儿太难吃了！妈，我来不来？上！再来一份。我妈不让我吃的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？这个母猪可肥了，可能生了。嗯，好，我儿子准备回去给他做饭了。好好好，今天吃啥呀？炒肉。小时候最爱吃的。哎，这可别错了，我妈今天都没给我准备饭，你就不一样了。嗯，我妈可就靠谱了。你看这盒饭，香喷喷的。哇，你这看着也太好吃了吧？想吃啊？不好意思，这是一人份。一人。嗯。还好我妈今天给我打方便面。我要想吃了。啊，他那个也太香了吧！一会儿要不要分你口汤啊？哇，泡饭肯定老香了。网络上吃牛肉面，老板给我来5块钱牛肉面。什么？5块钱？5块钱你吃得完吗？吃不完可不能推哈。吃得完，我胃口大得很。哇，就2个面，这谁吃得饱啊？现实中吃牛肉面，老板买个那个200的豪华牛肉面，这分量肯定很多。来喽、这就是牛肉，这一头还没牛的痔疮大。有人，打死他！你是个
火的火鸡面最劲爆吃法。爆辣火锅料，加水煮开，煮沸后加入面饼，捞出放入空碗中，加入三包火鸡面的酱，搅拌均匀，然后给小李试试。小李，做完火鸡面给你吃，快尝尝。我昨天才欺负了你，今天就拿吃的给我，他是想整我吧？怎么可能？那你吃一口。杀！这龟儿子今天咋这么聪明？吃就是。哼啊！我竟然错怪你了。哇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火鸡面！哎呦我的妈！哇，太过瘾了！哎，还有没有靠谱的办法？哇哦！大哥，你这个人怎么乱吃水啊？衣服都给别人打湿了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吃水枪都在你手上，你还狡辩？这不是你，你什么你？我一生都湿成这样了，不是你还是谁？赶紧道歉吧！听到没有？赶紧道歉，把吃的赔给我！明明又不是我，你别笑。我说的是你，怎么可能是我？我身上也湿了。做你的视频。小时候能有多爽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咖啡！哇，咖啡啊！听说这玩意可苦了。不苦啊，天天喝，天天起晚了才拿过来泡的。一会儿。好喝啊！小李真高级。小地方吃红烧肉 vs 大城市吃红烧肉。小地方，老板来个大份的红烧肉，不准撞配菜。今天只吃肉，你不是没钱吗？昨天我女朋友八十大寿，给我发了300块钱零花钱，今天靠这造。吃。大城市 ，waiter， 这个七龙珠给我来一份。好的，先生，您的餐。哦，果然有龙有珠，但是这个七呢？先生，价格7700，有意思。哎呦你们，不错，很值。南方让北方抓狂的食物。哇，你馄饨呢？什么眼神啊？这明明是抄手。怎么跟馄饨一模一样？你咋天天在这吃抄手啊？别天天吃抄手啊，这是云吞。啊？能小一点的就叫云吞。肯定就是抄手。今天这个一看就是抄手。你决定？我再看错了，我用鼻孔吸火鸡面。这是馄饨，你都不认识了？四川吃牛肉。哎，我死了。老妹儿，那个烤焦牛肉得3000碗粉，咱俩 AA 哈。你买牛肉，我买饭。哇，巴适哦！我来帮你剥。够了，够了。你认输了。够了，那剩下的就是我的了。老板多少钱？牛肉28，米饭免费。哦，北上广吃牛肉，买一份十成熟的牛排。先生，您的牛排。不会是来自北海道鹿儿岛赫兹县物业村名人家的牛？太嫩了。喂，你们家的菜非常不错，买单。先生，您一共消费2888。多少？今天吃个火鸡面。有厨房的人吃饭。啊，真香！太好吃了。没厨房的人吃饭。天气说变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哇，好吃！腌制了8个月的猪皮子，再加点菜椒，给它卷成猪皮卷。听说大哥现在很能吃辣，我们找他试试。炸！大哥，猪皮卷，这个超级辣哦！就是这个字吗？我现在可是吃辣白银选手。不是男一选手吗？对吧？哎呦我的妈！北方吃生腌 vs 南方吃生腌。北方，你们南方就喜欢吃生腌，我早就调了攻略了。大哥，你吃个够，这玩意儿可要处理好，不然容易拉肚子哦。放心，俺们都腌了几十年了，有经验。哦，那我要好好尝尝。炸！这玩意儿可好吃，咔咔下饭。好吃好吃。哎呦我的妈！
南方。我觉得你对深腌有点误解，铁胆剑下真正的深腌。我天哪，这么大的海鲜比我头还大，把它切成两半，各入味儿。哦，淋上生腌汁，冷藏一小时就可以吃了。好了，可以吃了。嘎嘎香，好好好。哇，真好吃啊，你们心情好了。和在吃饭时让人心态爆炸，第一步。咱就两个菜哦，不满意自己做去，那就勉强吃一点吧。能不能不吧唧嘴？不吧唧嘴吧，吃的香吗？你就要吧唧嘴。大吧吧，不知道还以为在猪圈吃饭呢。第二步。你把肉都夹了，我吃啥？这不还这么多辣椒吗？我又不吃辣椒。哦，差点忘了，那辣椒我也吃了。杀！欺负我了。第三步。这黄瓜一点味都没有。这餐就归你了，一人一个菜，公平吧？孩子，南方人吃方便面 ，VS 北方人吃方便面，南方人。哎，吃一天猪累死了。刚才吃点啥？来个那个海鲜方便面。怎么了？带上的。别来啊！哎，海鲜呢？不要急嘛。这还差不多。真香！哎呀。北方人啊，吃点啥？随便整个方便面吧。方便面，你爸啥味道？红烧排骨。那我去弄。来，先吃饭。哇，真得劲啊！普通人吃红薯 ，VS 美食博主吃红薯。普通人 ，waiter 来一份三文薯。好的，先生。哎呦我的妈！不错，美食博主。我们都吃海鲜，不吃地瓜，你不配跟我们玩。那又不吃地瓜了，我也吃海鲜。海鲜是好吃，我又会个比海鲜好吃的地瓜。天气说变冷就变冷，想变再多几场，变冷就变冷，别问别问，有谁我没问。干啥呢？海鲜哪有这个好吃？各地饭桌上的炫耀，某东西。这玩意可贵了，没吃过吧？居然可以一口一个六鼻。哎，我平时都一口八个。哎，真羡慕你们啊！我们那儿的螺都这么大一个，半天才能吃一个。刘某银，刚从地里挖的，好吃的很，快尝尝。老铁，这味道好香啊！真羡慕你们，一般般啊，地里多的很。哎，不像我们那儿，地里面只有人参，吃多了还流鼻血，对身体不好。内某银。今天早上杀了头牛，给你炒了这个菜。哦，好好好，有人。朋友，不要客气，别光吃芹菜，多吃点肉。肉不好吃，我家还有10万头牛，好像全部换成青菜哦。普通人吃骨头 ，VS 美食博主吃骨头，普通人。我看，来份棒子骨。老板，您的餐。哇哦。真棒。美食博主。又啃完一个，再吃饱啊！你左边这里面东西还多着呢，看我的。这里这么好喝，你现在不是都浪费了？今年遇到的奇葩服务员。哎，饿死了！服务员，点个神猪肉面。来了。哥，你看到没？这也太恶心了吧！没事，他手应该干净点。后厨今天弄得有点咸。First blood。确实有点咸。服务员，倒杯水。来了。差点浪费，来您的。Double kill！ 你喝两不可，一会儿我也喝不了，不然得吃两口。老板，再来个炒时猪，来了！哎呦我的妈！我饿，赶紧吃。服务员，这里面怎么有头发？没事，厨师洗了头，干净的很。KO！普通人吃海鲜 VS 有钱人吃海鲜，普通人。翻了一桌活了，今天我请客，随便点。老板，来50条鱼。这条鱼再来30个耗子。吃不下吧？佳佳，不好吃了，不是我小气，把真吃不完。原子鱼这么小啊？真香！我还能坑你吗？老板，多少？28。有钱人，管家，听说在我的私人海域抓到了一条非常罕见的鱼。是老爷，非常罕见，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。哎呦我的妈！轻轻的尝一下，老爷坐。
居然是鲨鱼，果然闻所未闻。有人，不错，这鱼适合镇大将，老爷真是好品味。今天做个排骨，看一下大哥。哎呀，有点咸，下面蠕动了一下。加点辣椒吧，有点辣，再加点醋吧。杀！哎呦我的妈！哇，这么难吃！哎，没事，反正给大哥吃。什么？哇，排骨！等一下，啊，我去撒个尿啊！快去快去，来吃吃好吃。好好。等一下，我也想撒尿了。有人，你是不是对我做的排骨有意见啊？老去撒尿？绝对不是，我是这两天闹的，有点不舒服。哦，不就是前列腺炎吗？你去买个这个前列康试试。对了，你点击下方话题，爷们要战斗，前列要冲上，还来参加前列康的挑战赛，发放现金大奖。所以说我们男的就该注重前列腺健康。爷们要战斗，爷们要战斗，赶紧尝尝，做了必须大口吃啊！杀！我要拉尿了，提醒我。外免费发冰淇淋。Ice cream， 免费的 ice cream。Hello， can I 吃一个 ice cream？ I'm sorry，我们的冰淇淋不太多了，所以只能提供给本国的人员。哦，理解理解。国内免费发冰淇淋，免费的冰淇淋，欢迎大家品尝。哎，你好，这个冰淇淋能给我一个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免费的已经发放完了，这是样品。哦，好的好的。Hello， 这个 ice cream 我可以一单。Of course，这些就是专门为你们这些尊贵的客人准备的。Oh， thank you。我来教您吃，先把这个给撕开，再用这个小勺勺刮着吃就可以了。Oh， 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哎，冰淇淋又有了吗？我刚看有个人拿了一份过。不好意思，又没了。你看的有这么好吃吗？南方人吃披萨 ，VS 北方人吃披萨，南方人。这白菜汤果然不错，你也试一下。我这个涮火锅也很好吃哦。看着确实不错，我试一下你的。北方人，这玩意儿就……哎呦我的妈！尝尝这铁锅披萨。真香，铁锅果然和啥都好吃啊。太美了。三十年前吃红烧肉 ，VS 三十年后吃红烧肉。三十年前，赶紧去把锅上起，晚上吃肉。啥好吃啊？这么大块肉，我都一年没吃肉了。你看你身子都忘了，这可足足50块钱呢。哇，这肉也太漂亮了吧！哎呦我的妈！哇，真香！哎三十年后，哎，你们这个红烧肉好大一份啊，200块钱划算，给我来一份。请稍等，先生。哦，先生，您的餐来了，怎么用？图片了那么大一块，怎么上来就这么点？先生，请不要着急，现在给您放食品放大剂。你骗人嘛？哇，真的变得这么大一块，科技也太发达了。北方吃螃蟹 ，VS 南方吃螃蟹，北方。这两天螃蟹上市，知道你们南方人爱吃。老板，上一碗螃蟹。果然又肥又大。哎，你咋不吃了？马上吃。南方。你吃螃蟹拿修脚工具干啥？什么修脚工具啊？这个叫蟹八戒。你再吃一只螃蟹，怕是得用一天吧？我这才叫吃螃蟹，你那简直就是浪费。壳都吃干净了，怎么算浪费？南方吃生蚝 ，VS 北方吃生蚝，南方。什么？这个生蚝竟然要888？这我可喜欢了，点一个。这么便宜做的，吃完估计都要流鼻血。行，就点个这个，这一个哪够啊？再加点。别这么客气，咱俩这胃口估计都吃不完。这真不够，就这么定了。服务员，只要这一个。您的菜上齐了。这点就要888？对啊。是吧？哼，干哥，北方兄弟今天带你尝尝我们这的生蚝，你们那光好看，那太少。老板，来六个生蚝，一人吃三个，太小气了吧？炸！我的天，竟然跟脸一样大，快吃，不够再点。哇，真香！哎呀。啊、哦！竟然三个就把我吃撑了。三十年前吃生蚝 ，VS 三十年后吃生蚝。三十年前，哥家里没米了，一顿都不够吃了。哎，最近也没打到鱼，没钱买呀、啊，不然去搞点吃的。哈、啊、哈，又吃生蚝啊？将就吃嘛，这玩意也不用煮，还省两块煤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饱了没？不够我再去厕所挖点。不要了，我想吃米饭。三十年后 ，waiter， 听说你们这儿有可生食级别的生蚝。是的，先生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可生食级别的生蚝价格可是非常高的。去，能贵到哪儿去啊？来一只。好的，请稍后。看着还不错。生吃果然鲜美。多少钱？您这一只28800。这么贵？有人。卡卡。各地难以下咽的食物，某串。跟车祸现场一样，咋吃下去啊？你懂个屁啊！南方人都爱吃啊。毛巾。哇！今儿带你吃这老北京豆汁儿。馊了，不能喝。就是味儿地道。
毛东，哇，这也能吃啊？好吃的哦，大补哦，两宅。啊，你们那也有吗？各地被误解的美食，某江人。嗯，这是硅胶吗？这是海蜇，好吃的很，快尝尝。有人。哇，这跟塑料一样，这口感不错吧？哎，吃不来，吃不来。毛东人。哇，毛毛虫也能吃啊？这是蚕蛹，这季节可不好买。杀。咋样，好吃吗？好吃，不过我现在不饿。某川银。哇，兄弟，这都放多久了？都放没了。这可是20年的老腊肉，关系一般的我还不拉出来，等着。不够烟熏味，而且肉好香，好吃吧？啊，好吃好吃。你们那也有吗？南方吃烧烤 vs 北方吃烧烤，南方。兄弟，你总算来了，听说你们淄博烧烤挺火，这边都已经属于四川的。哦，俺老喜欢吃烧烤了。老板，老样子，上500块钱的串。这哥们大气，今天肯定要吃饱喝足。嗯，看着还不错。嗯，酒怎么还没上啊？我们敬酒啊！我以为这是50块钱的串，还有450的酒没上呢。这就是500块的串啊！坑，太坑了！北方兄弟，你们那种串太坑了，来尝尝我们淄博的。服务员，来50块钱的串。这谁牙缝都不够吧？肯定是不欢迎我。哇，你是不是觉得不好意思，悄悄去加了500？啥500啊？这就是50的分量。来尝尝。哇，50这么多啊！嗯，好好吃啊，好好好。哟，太深了，我感觉30就够了。这个地方的穷人吃什么？毛海人。又吃螃蟹就不能搞点别的吗？哎，家里穷，这个河里捞的又不要钱。哥以后有钱了，绝对给你买大米吃。你说呢？毛东人。家里就这点米了，怎么办啊？你等着。吃吧，刚去厕所拉点，好歹能填肚子。杀。嗯，哇，以后有钱了，我再也不吃生蚝了。你们那以前穷人吃什么？南方人吃鸡 vs 北方人吃鸡，南方人。你老是让南方吃东西不过瘾，那今天就吃整只的。哇，整只的是吧？我就喜欢抱着整只。老板，我上10只鸡，要整只的。兄弟，10只鸡啊，这谁吃得完？这都开胃小菜，一会儿还点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咱先说好啊，我最多吃2只，剩下你自己想办法。杀！啊，这鸡这么小，你自己说哈，就吃2只。哇。真香啊！北方人来了，北方，我要让你好好见识一下我们这个鸡长啥样。老板，来2个鸡爪子。啊，鸡爪子搁这点小吃哪这么抠？这爪子也太大了吧！你弄大点点，够了够了。啊，这肉吃不完。南方吃蟹 vs 北方吃蟹，南方。哎，兄弟，哎，等你半天了，走走走，先吃饭。我看着没啥钱啊，走走走，走走，我来点菜。不行，你太好东西。老板，先来50只香辣蟹，然后呢？咱别硬打台面，来个10只，一人4-5只就行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们这是哪里吃不完那么多钱，要花的刀刃爽，你买身衣服多好啊。行吧，咱就上10只。那么小，哎，算了，我也没啥钱，真的是。来到宾利厅门口了，挡路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你先吃，你去楼下吃。哎呦我的妈！北方，喂，啊，你都到了，哦，马上了，马上了。你咋不提前说？今天我司机请假了，咱俩就随便吃点。老板，来一只小一点的螃蟹，就这一只还小一点，太抠了吧？啥？哇，这么大一只螃蟹，我假老都吃不完吧？别在自行车挪一下。别看我，当然不是我。快说。嗯，再挪走不许丢了。嗯，一会儿有事儿，停住。这么急吗？南方吃羊肉串 vs 北方吃羊肉串，南方。知道你们北方就喜欢吃羊肉，今天打撸串都不够。羊肉好暖身子。这个羊肉串整个100串，这个鸭子在地上100串，你是不是嘴瓢了？没问题啊，就是100串。吃完你可以想办法哈，咱不准浪费。这点还能浪费？就先上这点吧。这咋那么小嘞？这才入味啊！要不拿来点点？北方兄弟，你们那羊肉太不得劲了，本来就是咱们北方的，大家都是羊肉，你还能玩出花吗？你点菜吧。老板，给我们整一串羊肉串，10箱啤酒，今晚不要走，决战到天亮。你别吃串，就不要前场撸冒烟了。只叫一串，这简直是超级加倍。你还要整100串吗？吃吧。还得叫上一串都吃不完。想要就知道我们北方怎么吃羊肉串了吧？欠债一亿吃午饭。嗯，快点，上条鱼还约了人打高尔夫。哇哦！嗯，这鱼挺新鲜的。先生，这是今天早上从北极现捞的。老板高，多少钱？您共消费19888。欠债10000吃午饭。哎，差别了10000，要拉300多车砖才还得起。哎呦我的妈！还是省点，吃个馒头泡水吧。
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嗯，大伙说，一出去玩吃什么？四川。哎，第一次来四川，都不知道吃啥。老板，有什么特色吗？来，我们四川肯定要吃兔儿脑壳噻，好吃很，吃了一个小两个。那就来三个。要得，等到起。怎么看着全是骨头没有肉啊？嗯，哇、哦，好好吃！南京，南京这地方真漂亮。老板，你们这有什么特色吗？嗯，那我们南京当然是鸭子。那我要一只鸭子。哇，看着不错。嗯，太香了。广东，第一次来广东也不知道吃什么。老板，有没有推荐啊？刚才第一次来我们广东，肯定要吃白切鸡啦。白切鸡，来一份。OK 啦。哇，嗯，好香啊，真好吃。你们那都有什么好吃的？不同地方对辣的理解，毛东也。等一下，这可是我们做的辣度天花板。我知道你是四川人，但是我还是怕你承受不起。没得事，我就轻轻尝一口。啊，比尖儿都辣的嘛。味道太大了，毛蒜也。老板，这么多辣椒，我很辣吧？这个叫辣子鸡，一点都不辣。嗯，你看嘛，全是个娃娃随便吃。杀！啊！有没有洋茶？热气油。80块钱也得尝尝吃吧？椰子你都不会吃，你也太丑了吧？来，我教你。看好了。我的椰子啊，你慌个啥啊？椰子就是这个白色的椰肉，黄色的是他爸爸不能吃，我给你拿去了。原来这样，差点没摔人头上，果然好吃。真是啊，小口嘛，一把摔的挺好啊。等下，你不要命了？这个都敢吃啊？你唬谁呢？这我早上才从河里捞上来的。事到如今，我只有实话告诉你了。这条鱼它早已经变异了。曾经啊，它只是一条可爱的黄鳝。昨天我也吃了一条，结果脸上都长腮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这个必须要专业人士才能处理，交给我吧。哎，哦，这只变异的鸡不是可以飞了？哇，真香！太好吃了。你掏心掏肺。想看你楚楚的人却太多，不好过，却要替别人。太香了！大哥吃牛肉竟然没有香菜，一定是香菜太贵了，他买不起。大哥，我来帮你啊！现在就好吃了，对不起，我不吃香菜。看来世界上没有人不吃香菜，一定是脏了，对不对？你想浪费粮食？我真不吃香菜，一股臭屁虫的味道。你骗人，你不吃我吃。难道全世界只有我不吃香菜？同价格，虾的待遇。哥，你看我今天买了啥？这不都是虾吗？不一样，这个10块一斤，这个50一斤，这个100一斤。哦，那我们一共给他挣了。不行，这个10块我给你做个油焖大虾。哦，真香啊！这个50的就适合清蒸。来，快吃。至于这个嘛，当然要自身啦。来，直接干。你说为啥越贵的处理起来越简单呢？秘密。我操！啊，怎么都掉地上了？怎么没人看见？哎，我最喜欢吃鸡翅了。现在是不是都改明抢了？谁明抢了？我不喜欢炸鸡翅，你换。你别笑。小李真傻，这地上鸡翅还能换个炸鸡翅？哎呦我的妈！地上这么脏，肯定要串席。小地方吃皮皮虾 VS 大城市吃皮皮虾。小地方，老板来几个皮皮虾。那玩意可会砸烂，那么多钱。钱你不用担心，除了我于静景最爱吐了我一身，一生气我就用掏出两把酒瓶，用脸抽他的手。哎呦我的妈！是就赔了我3000块钱。今天考驾照，你别看我点个小份啊，这都40块钱。哎呦！哇！挺好吃，你说他为啥要皮皮虾？大城市，你们这草原餐厅挺有氛围的，有什么特色才推荐一下？缅甸特色草原皮皮虾，688一斤，纯天然牧草养殖，绝不含防腐剂，放心食用。有手还粗，真是良心餐厅。好吃，新鲜。普通人吃果冻 VS 美食博主吃果冻，普通人。喂，来份果冻。先生，您的果冻看着真不错。好吃。美食博主。果冻太好吃了，过瘾！让我们来做一个超级过瘾的。
Tomorrow， 看看成功没有？哇，真的成功嘞！哦，真香！哦，这次可都太过瘾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用一张你绝对没见过的奥特曼卡片换你这些吃大。你能有我没有的卡吗？这张你有吗？这肯定是假的，你骗谁呢？既然你不死好歹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走，千金吧。你连一块钱都没有吗？啊，什么一块钱？这些薯片我只花了一块钱，现在拼多多有活动，一块钱就有机会抢12包薯片，现在点击左下角链接就可以参加。这么划算，谁让你不早说？你看，别挣扎了，这些都是我的。哼，看我下次怎么整你！